来讲一下订阅 YouTube 的方法。订阅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动收到电子邮件，只要影片上传之后就会收到 email， 点击然后会跳出订阅的画面，然后按下订阅，然后打叉叉 OK， 好像已订阅，然后按一下这个铃铛，然后勾选我想收到这个频道的所有通知，记得按铃铛哦，然后按储存。好了，铃铛呈现这个形状，旁边有两撇，这样以后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会收到这个电子邮件啦。好，那如果你们刚刚没有直接跳出那个订阅画面的话，一样在这边，我先把它按取消哈，一样在这边按下订阅就可以了，然后记得按这个铃铛，然后勾选储存。好，那如果是手机版的话呢，一样记得按这个铃铛就可以了，这就完成订阅了。